Hello， 爱奇艺爱撩专访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晨阳。对于春日教理、山川、海洋、城市、乡野、戈壁这五个篇章，你对哪个最感兴趣？为什么？我最感兴趣的那肯定是城市，因为城市的话就过得比较舒服一些。我喜欢有烟火气的地方，我不喜欢那种就是没有什么人。你觉得自己在春日酱的旅行团里属于什么担当？在拍摄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令你难忘的趣事？闷骚担当。有趣的事太多了，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有有趣的事。怎么具体怎么有趣，就大家看节目吧。有为这次旅途做哪些准备吗？查那个去的地方的那些攻略，还有景点啥的、嗯、有没有带一些旅行神器？对，防蚊虫的我第一开始准备了很多，后来发现其实也用不到。